就给他喝茶。即摆叫你甲爸爸妈妈让一下，你就无害啊，甲你跪下来敬茶。爸爸妈妈请喝茶。对，就像他们阿伯你们在青菜力啦。对，就是年纪越大，跟家里反而越来越远。然后年纪越大之后，反而有一些亲情的爱会有点说不出来。哎，对耶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就是看那个，明明是人家幼稚园毕业，然后我在台下就已经红了眼眶。我想，就是心里在想说，我的天真到底到哪去？嫁女人的心情。哎，我这样。好了，我们就带来这首有点类似的歌曲了。长大小朋友都要去流浪了，那这首歌好。原住民歌手团队的歌曲，然后纪晓君有翻唱过，所以我们就。